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。最近呢，经常有一些演出，也有录节目，所以说我的头发就一直在做造型，一直处于一个消耗的状态呢，有泡泡啊，卷来卷去的。我也很担心我的头发会受损。最近呢，刚好我也收到了品牌寄来的护发礼盒，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护发心得。它这个里面呢有28个小抽屉，每个里面都有一个泡弹发膜，刚好是28天一个护理周期，可以让发质有一个大的提升。之前呢，我其实给大家安利过他们家的深水泡弹发膜，然后他们现在出了这个3.0的版本，胶原泡弹发膜。这个升级后的发膜呢，它里面是有胶原蛋白基底，里面有一些黄色和粉色的小珠珠。它里面这个黄色的小珠珠呢是 Pro V B5 精华，粉色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头发一键美颜的高浓发新纯。胶原蛋白这个成分呢，经常会用在我们一些护肤品里面，大家可能都比较常见，但是它用在这个护发产品里面还是比较特别的。它和我们头发的角蛋白结构很相似，胶原蛋白和配方中的这个 Pro V B5 精华两个成分搭配在一起，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那我现在就去洗个头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那我现在已经用洗发水洗完头发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下这个胶原泡弹发膜。正常用洗发水洗完干发帽或者用毛巾把头发擦到不滴水的状态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头发这个发尾，从耳后及以下的头发都可以抹到。像喜欢染烫头发的朋友，其实发尾干枯毛躁啊，这些应该都通病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单纯的用一些简单的护发其实是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。想要真的养护好头发，光做表面功夫是不够的，关键是在于怎么样把头发内部发芯键修护好。像平时我们去理发店做这个护理用的就是这个原理。用这个发膜在头发上稍微停留一会儿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去洗掉了。我觉得用完这个发膜还是非常有明显的修护效果的，洗完了之后会觉得头发非常的有光泽，然后也非常结实。那我的头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很饱满有韧劲儿的状态，打一个结它也能快速回弹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